来，大家请合掌，向对我念啊，来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，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南无大孝目犍连尊者，南无弥利多，多婆夷，萨婆诃，请放掌啊！拄啊，这个咒各位捌听过吗？啊，叫做报父母恩咒，报父母恩咒。啊，那么那天我们在台北有讲，没有听过的要把它回去把它抄起来哈。南无弥利多多婆夷萨婆诃，尤其小朋友，他刚爱念四十九遍啊。那么你念的时候呢，想爸爸在右边，妈妈在左边，然后啊，在南无弥利多多婆夷萨婆诃，南无弥利多多婆夷萨婆诃，然后看到家己的一对父母，然后看到两对、三对、四对、五对，啊、代表。一直到无量的爸爸妈妈啊，那么念电啊念这个咒啊，有法度报现世父母恩，互因增福增寿。不但呢，七世父母得到离苦得乐超度，乃至呢帮助一切有缘的父母啊，叫做报父母恩咒。来，咱来念七遍好唔好啊？各位啊，合掌观想，老爸在这边，老母在这边哦。也很感恩哦，看到家己的父母啦，哈、啊，因为咱啊无离开父母，咱的生命就无法度存在哈、啊。南无弥利多多婆夷萨婆诃，来念七遍啦。南无弥利多多婆夷萨婆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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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弥利多。多婆夷萨婆诃，南无弥利多多婆夷萨婆诃，南无弥利多多婆夷萨婆诃。我念，愿现世福报，七世福报，离苦得乐，众生福德。好，请放掌啊！各位，咱今日再去。大部分人拢是强福在身啊。那么咱的动机呢？除了对三宝的尊敬，最主要呢，是因为我们要报父母恩啊。盂兰盆经混跟木莲说了，那么木莲的妈妈在做鬼道，免了乔斗叶老布呢，供佛斋僧啊，诵经的功德啊。所以各位呢，有人讲七月份是鬼月，这毛小夸斗笠。这个鬼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七鬼时啊，那么去想着过去的父母有可能在做鬼，在恶道里啊受苦，所以呢，咱七鬼时啊，大家爱修好、吃菜、念佛、供佛在经、做善事，来帮助一切敢那轮回的鬼道的老母啊，来离苦得乐。那么简单嘛，讲一句，如果你七鬼时啊去拄着鬼，那么。迄拢是过去的父母，即马咧跪到内底，来拜托咱这个已经咧合福的子孙啦，来给伊超度。啊，所以老岁就能叫咱啦，七月时啊，各位同好食素食，是安怎？因为七月时啊，那么你所食到的肉啊，拢过去是做给你的父母呢。啊，所以七月时啊，咱叫做孝顺月，啊，叫做报恩月。那我们呐、啊，就要来做这个。上供下施啊，上供下施的功德啊，来感恩一切父母。所以咱早起啊，哦，大家啊，很虔诚的供佛斋僧啊，下昼呢啊，咱来吃下施众生啊，要来奉心，特别来做施食施食。啊，我拄啊一点就伫遐等啊，坐咧车顶啊，然后哦，结果啊。因隔壁摆一摊，拢咧卖念珠，嚯、哦，干那边钱啦，拢抢诶，哈、啊，这个很好诶，这代表有信用，哦，买一个念珠，买一个五色神啦、啊，诶、欸，等来念有信用，啊，
所以各位如果今日心买，无紧，稍等下哈，放心完拢甲摕摕出来，咱大家斗阵甲加持，好唔好啊？加持个啊，这个念珠啊、五色线啊，拿起来念呢，哦，内心里面多了一个信仰的力量啊。但是有加持甲无加持，当然也不一样啦。这个是个信心啊，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啊。好，那么那法会要开始，我们再来练习一下。法会开始啦，一开始啊，我们看到佛，来，各位刚一提开看啊，我把经典里面几个重要的我们的啊，对供佛修行的仪轨，咱看到佛在念这句偈，来，咱到底念来，若得见佛。当愿众生得无碍眼见一切佛啊！那看到佛啦，当愿众生这个无碍的目睭看到一切佛。各位，你若看到佛啦，你这世人啦就袂退转啦，真正有佛啊！佛啦，我都帮助咱离苦得乐，所以看到佛来背这句记忆啊！啊，拜佛的时阵爱念一个啊啊！普利真言等于拜一切佛，来，咱来合掌，观想咱来拜一切佛咯，啊，来，南无常住十方佛，唵瓦兹拉吾，哎，各位爱背哈，唵瓦兹拉吾代表啊，普利一切佛，啊，每一个佛你拢拜着啦，啊，你的身躯啊变清白的身躯，啊，然后啊。咱即马要来净化界哈、啊，希望咱大家内外一切清净，供品嘛清净，咱的身心嘛清净哈、啊。来，那打手印的来，叫做吉祥手印，来个撑出来哈、啊，背起来哦。然后念这个净法界真言，念下来，嗡兰，来念21遍啊，然后说哈，来，嗡兰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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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兰做哈哈，那么我们要净法界，那么净法界要那咱就要来供佛啦。那么供佛，咱就点香啊，从各位都啊点灯啊，啊，那是庄严佛、舍佛啦，啊，一切虽然咱头前的花不一定是咱家己摘来，啊，头前的水果不一定是咱摘来，但是各位这个水果是咱大家斗阵供养的，因为各位都会供佛嘛。啊，功德箱的钱呐、啊，就拿来买水果啦，啊，就等于大家通通供养啦。那么在供佛的时候啊，嘛爱念一个叫做小供养咒，啊，大供养咒在哪里呢？大供养咒在咱西西西尊啊，那个云供咒就是大供养咒，大供养咒，那个等哦。那么啊，咱来念这个地啊，小供养咒，而且念小供养咒，各位呢，嘛爱开始念啦、啊，香嘛是你供养的啊。所以你要供香一尊，你嘛爱念小供养咒啊，一样打这个吉祥手印哈、啊。然后啊，念的时候啊，怎么念呢？听好下啊，从左边到右边啊，嗡阿弥利多啊，哄帕的念三遍，嗡阿弥利多哄帕的，啊，一二三，然后从底下有一二三，哎，了解吗？啊，来试试看哈、啊，你。手会跟他提一支香，安尼同款，提些物件哈。然后咒语，我们先念三遍来。嗡阿弥利的哄帕的，嗡阿弥利的哄帕的，嗡阿弥利的哄帕的。上山下山，啊，你来观想一切水果花，你跟他拢捧在手的同款。然后念6遍啊，供养咒来，念啊。嗡阿弥利的哄帕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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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这意思各位知影了哈。以后啊，就这样提着香，提着水果的供养一尊呐、啊，哎，就是这样，然后念这个小供养咒，啊，那么供养咒供完以后。咱就爱要供养的对象，咱来给念出来。来，我们一起念来。第三条来，供养十方诸佛菩萨，因觉声闻，信心增长。来，我们念国语也可以。来，供养十方诸佛菩萨，缘觉声闻，贤圣甚众。啊，当我们在供水供果的时候。
来念这个小供养咒啊。当然，那么供香呢啊，除了念完这个小供养咒以外呢，还要念这个供养祭文，供养祭文啊。来，我们国语念一次，来，愿此香花普遍十方，供养三宝，护法龙天，普熏众生，同入佛智啊。啊，以后啊，来，咱台语嘛，念一遍，来，愿此香花普遍十方，供养三宝，护法龙天，普熏众生，同入佛智。那么当然九点的时阵，哦，各位捌听我讲过啊，如意轮咒，这轮如意轮咒有啥物好处呢？抹香水、点香，乃至呢穿新衫，你就要念这个如意轮咒。念这个如意轮咒啊，那么个本吹一口气，在你的新衣服或是香水、香烟，这点香乃至香水、香衫，你行出去，人去闻到你的衫，闻到你的香啊。永远不对了什么都啊，都有法度禁止传染病，停止传染病啊。所以早上他们说，哦，最近可能有禽流感啦、啊，各位就要多念啦 如意轮咒啊。所以各位来，那香已经点在头前啊，阿爸靠嘛在做下师的这种烟供，那我们来加念这个如意轮咒啊。这个如意轮咒念一遍就法度消毒无干扰，一天念七遍。保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！你若要知影你的过去世，乃至要知影你的未来世，都念这个如意轮咒啊！你看这个咒啊，功德力有遐尼大。那么咱今日唔到早来无？迄、那个如意轮咒，你若甲藏咧、挂咧门头的啊，行位下面行过的人啊，乃至人乃至众生拢消恶业，未对了什么道啊？这个如意轮咒，你涂骹甲抹一杯刷起来。然后念如意轮咒念七遍啊，甲本迄个衰，然后甲伊等呢，即个已经死去的人或者众生鱼啊啦、鬼啊啦，甲邀落去，因就永远袂对了三摩多，乃至愿往生啊，必定往生。迄如意轮咒功德真大啊！只要有香的物件、香水，闻到赶紧念这个如意轮咒啊！哦，来，啊，咱来念一遍来，啊，念三遍啊，来。嗡盘玛乌须尼沙宾玛勒哄呸，嗡盘玛乌须尼沙宾玛勒哄呸，嗡盘玛乌须尼沙宾玛勒哄呸。啊，那么你做个这个所在啊，第四个，这个叫加持四小咒，这个加持四小咒还能下去向下呢，灿云老和尚用加持三真好背啊。第一个咒咱都要念起啊，净法界真言啊，我们再念下来，嗡南，嗡南，嗡南啊，各位记得哦，你只要手提着念珠，你就要赶紧念啊，同照念七遍，嗡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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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念完以后，这个念珠不但清净，你今日所念的每一个佛甲咒语拢加一千倍啊。但是各位你头一遍。很多啊，各位买真济，我看人咧买新的念珠，那你就要先念那个属珠加持咒啊，属珠加持咒。那么那叫人家到顶来念哈、啊，标准是念啊，三遍准提咒，三遍毗卢遮那佛加持咒啊，然后念七遍属珠加持咒，一条新的法器，包括这个、啊、就得到加持。啊，你来念这个属珠加持咒念完了、啊，哇，你今日所念的佛号个咒语啊。都加一千万倍 所以这个很重要。来，那这个四个小咒我们都来念一次啊。嗡南念过了，再来念文殊护身咒啊。咱希望咱今日参加法会啊，大家都得到保护，唔当都要拜个起堂哦啊。有些人会有哎呀鬼神护身呐 障碍了。来，文殊护身咒念下来啊，打手印是这样，来，右手推出来啊，一讲再讲，希望大家。背起来哈，左手拿金刚拳手印这样啦、啊，啊，念下来 ，Om Trin， 念七遍哦，来 ，Om Trin，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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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rin， 再来大轮一字咒哈，希望咱今日事后念也可以，
所念的经甲咒拢圆满啊！我们来念四遍 ，Om Brin， 好来 ，Om Brin， 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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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in。第四个啊，各位可能头一遍听，这个所在虽然是西港，但是对咱来讲啊，咱希望伊变作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大家要做些做功德啊，所以你来念这个咒啊啊，那么秽土变净土啊。各位啊，落雨的礼拜来对哈，里面前面都还有空位哈，把椅子拿进来一点就好了哈，往两边两边哈，来，净土变咒来念下来 ，Om Pukam， Om Pukam， Om Pukam， 变大地为黄金琉璃啊，所以各位两位准备要开始观想，大家眼睛闭起来啊。观想着这边呢变成黄金琉璃的净土世界啊，来念一下，念七遍了，来 ，Om Pukam 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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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ukam， 好，这个、啊、叫四小咒，希望各位将来把它背起来，很简单的、啊、哈 ，Om Lan Om Trin Om Brin Om Pukam 哈。那、啊、这样啊，很短的啊，但是啊，功德力无量啊。说再来，那么那的供品啊，第六，请看第五啊。那么我们当然会供养饮食啊、追购啊、饭菜啊。那那个时候我们会念辨食咒，辨食咒啊啊，各位辨食咒要背背啊啊，希望你给背起来，逮足逮低哈。那么辨食咒有两个印啊，一个是。除了我们无量威德自在光明手印以外、啊、还有另外一个手印，来，请右手拿出来，然后能接去完呢，这个叫剑印啊，剑印的日夜岂不肯在斗趣味啊，然后啊像笔的食物啊，啊念辨食咒，来对我念一遍，好，咱头前的是煞要提起供养啊，来对我念，来，那么萨瓦赞太多，万物之地，风散本来。上本来轰啊，就这个叫哈、啊、辨识咒。再来啊，加持甘露水真言啊。那么你也可以用剑印啊，也可以用妙色真手印。来，甘露水我们念一次，来，南无娑罗波耶，赞叹对大智多，嗡娑罗娑罗，本来娑罗，本来娑罗，本来娑罗，萨婆诃，萨婆诃。好，现在要教各位是第七。当这个水的加持诡异哦，你要把这个水弹出去的时候啊，最好又加念这个叫加持咒啊，边弹的时候边念甘露水洒净的时候加持咒。那么这个加持咒为准呢、啊？你可以打吉祥手印，就是这样呢，或是打保守印，保守印的这个手推出来安尼啦啊，或是打吉祥手印，然后最主要是要用你这个手了啊，你这个水在。啊，弹出去的时候，最主要是用无名指，用无名指哈，再弹出去念 ，Om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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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ha Da Da So 哈 ，Anaki 啊，大德大德，伟大的大德，嗯 ，Maha Da Da 哈，然后就边弹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来，无名指弹嘴哈，啊，念这个加持咒哈，再撒进来，念一下来。Om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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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ha Da Da So Ha Om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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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ha Da Da So Ha Om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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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ha Da Da So Ha 啊，所以你甘露水咒，比如说你普通时间灌一罐水，你就可以念甘露水咒，那么说都不会这个咒。然后念完甘露水咒，哦，你被压住一准，就记得再念这个加持咒 ，Om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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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ha Da Da So Ha 啊。那就一直弹水，安尼个记起来哈。啊、再来第八，哈、啊，当然我们拜完佛、供完佛，我们也希望自己啊，心口意三业清净，而且冇法度消无量业障，那就得到佛的加持，我们叫五方佛加持了。那个时候啊，我们要念这个净三业真言，啊，那那两经有个净身业、净语业真言也可以。那么这个净三业真言。那么合掌叫莲花掌，什么叫莲花？合掌的时候啊，手有一点中空，懂吗？康康叫莲花掌。来，各位对我念这边来 ，Om Subhava Chota。
苏巴瓦修达。萨瓦达玛。萨瓦达玛。苏巴瓦修多哈。苏巴瓦修多哈。嗡苏巴瓦修达。嗡苏巴瓦修。萨瓦达玛。萨瓦达玛。苏巴瓦修多哈。苏巴瓦修多哈。嗡苏巴瓦修达。嗡苏巴瓦。萨瓦达玛。萨瓦达玛。苏巴瓦修多哈。苏巴瓦修多哈。好，阿吉玛啊。让你去代表啊，护菩萨的去加持五个地方，来开始头顶，右肩，哎，跟他跳舞嘞，左边，啊，胸口，喉咙，哎，就这样，哎，记得就这个位啦，啊，你念完三次净三业真言，用你的莲花掌五个地方啊，林家公不啊，你在跳喊够不？对了，哎，你吼的啊。但是这个是自我净化啊，以后把它背起来。再来呢，第九，我们愿众生三皈依。你除了念完三皈依，加持这个三皈依咒啊，愿一切众生啊都得以三皈依，跟净土咒有点一样，但是因能力去分开啊。跟我念一下来 ，Om Pu Kamu，Om Pu Kamu，Om Pu Kamu。嗡普卡姆，嗡普卡姆，嗡普卡姆。哎，我们啦，观想大家众生都皈依三宝。那除了皈依三宝，那希望大家发菩提心嘛，啊。那么除了你发菩提心，那是念四弘誓愿。那四弘誓愿念完以后，加念这个发菩提心咒，那更好。来，跟我念下来，嗡普利，吉达，穆德巴，大雅咪。Om Puti Jita Mudaba Dayami Dayami Om Puti Jita Om Puti Jita Mudaba Dayami Mudaba Dayami 好，再来第十一，有人说，哎，哦，师父啊，我住在楼顶，今拜师时都要拿去楼卡，稍微麻烦，我能不能像把水这样弹出去一样，把食物呢从楼上弹下去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，就是说你有法度在一楼准备个好水好水，固定那个石头，那更好啊。如果没有办法，你赶紧提着米啊，提着崩，在楼顶要撒出去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念这个啊，施恶鬼石弹子咒啊。在念的时候啊，哎，就把这个东西啊，跟它水啊呢压出去啊呢啊。所以有些人就把水里底有掺一挂食物，哎，手刷压出去，这样也可以啊。来念下来，嗡乌兹扎。嗡乌兹扎，毗扎，阿心波，阿心波，梭哈，梭哈，啊，念三遍，就弹食物弹三遍啊，蜜啦，啊，风啦，哎呀，就坐楼顶无方便啦，啊，来，我们来念三遍，来，嗡乌兹扎，毗扎，阿心波，梭哈，嗡乌兹扎，毗扎，阿心波，梭哈，嗡乌兹扎，毗扎，阿心波，梭哈。再来第十二，这个对我们比较重要了。比如说有人问我说啊，我的拜祭祖先的物件，可不可以摕来施食？敢袂使？或者是啊，我已经食剩的物件，要摕来施食，敢袂使？也可以。如果你要布施恶鬼道，那么你已经拜过或是你吃过了，然后就加念这个施蚕食咒，啊，以及食剩的物件要来布施也可以啊。来念一下来，嗡乌吉扎。嗡乌吉扎，巴林达，巴林达，卡卡，卡卡，卡希卡希，卡希卡希，嗡乌兹扎，嗡乌兹扎，巴林达，巴林达，卡卡卡希卡希，卡卡卡希卡希。啊，希望各位呢，菩萨都就爱慈悲，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，咱就尽量甲学甲背起来哈。而且我找各位念的拢，恰工找伊个同地修长的，我唔敢啊。其实各位往生咒不会哦，药师咒就很长了。其实你点来念大悲咒都背起来了，啊，既然连大悲咒、嗡行九龙背起来，这个小小咒大功德为什么不背呢？哈，那背很简单，你要点点念，点点念。所以呢，我下一件事，你从供佛开始，一直到施食、施禅时，你打刚来走，打刚来走啊，变成一种功课，啊，打刚啊，以至上求佛道，永昏。啊，以悲下化众生，悉心啊，每天呢，啊，就福慧双修了啊，每天呢，啊，就这样子的做啊。再来呢，后半段呢，啊，是讲了
各位，从阿弥陀佛一定既然就是修什么叫莲花沟，什么叫莲花沟？沟招众生，何人众生好啊，就爱看到我阿弥陀佛嘞，就爱去闻道诶，安尼啦，你叫我多，伊叫我多多难啦。所以在我们修行的习真怀诸，习真怀就是怀招，沟招阿弥陀佛是怀爱法的部主啦，啊，一同强的啊，所以阿弥陀佛吸引同侪人。所以咱修菩萨道的人啊，要修这种，和别人和众生看到你啊，真欢喜啊。那天有个小男生说：“哦，那个匪帅哥好帅哦。”我讲你多念这以后就换你了。啊，有人缘，有众生缘呐，啊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所以第一个第十三要跟各位讲的是叫做爱染明王心咒，这个咒很重要啊。这个爱染明王心咒就讲。让家里呢对人起了贪欲心，我们的贪嗔痴如何转化为菩提心，就是念这个爱染心咒。各位你也记得哦，啊，当你内心起的男女的欲望的时候啊，哎呀，赶快念这个爱染心咒，哎，转爱染心为清净菩提心呢，啊，不但如此，你再来念这个爱染心咒啊，过最后时呢，把人看到你，拢敢那看到亲人、父母兄弟啊呢。啊，所以这个咒啊很短啊，然后咒心给我念下来，啊，来哄西地，啊，也有人念苏西地，啊，也有人念西地，哄西地，然后加上前面的嗡哄西地嗦哈，啊，这就整个完整的咒了，啊，来念下来，嗡哄西地嗦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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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嗡哄西地嗦哈，那各位啊，你也可以直接念哄西地，哄西地。所以后边写着哦，常常念这个咒啊，得到一切天天神人敬爱啊，乃至啊，都有法度降服别人。各位真要紧哦，降服别人。你今日做新楼啊，做职员希望头家啊，对你较好，这也是降服法啊。你今日做太太的人。希望身心对你较好诶，这也叫降服法啊。那么有一个查甫问我讲师傅，我对阮女朋友拢不爱插我，有啥物法无？有哦，鬼子母最好。鬼子母讲啊，你念伊诶咒念第一遍，嗡噜噜摩啊，你只吃第十盒，念第十一遍加起迄个水果，